今日3點到4點咧喺呢度驻唱嘅歌手啦，咁我就叫楠楠，我叫姑姑。希望咧大家如果咧录咗啲咩片嘅话咧，都可以听翻我啦，或者 A P M 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唱嘅歌。祝大家咧，今年咧有啲咩目標咧都可以達成啦，心想事成，同埋最緊要身體健康。好，下一首歌咧，我哋唱首吳雨霏嘅《20世紀少年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明知道不要注定终身
世界波澜，天空灰暗，我着期待谁来慰问。爸爸妈妈朋友啊，大家耶稣复出，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周空关注，至亲求神路任为了开心。二十世纪末仍未接近时，出生繁华盛世，怎么竟不会抗拒被吻？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月大月怕为情起身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未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因你看地震？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周空关注，至亲求神护荫为了开心。二十世纪末人未接近时，出身繁华盛世，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月大月怕为情起身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因你看地震？Thank you， 呢首系吴雨霏嘅《二十世纪少年》。咁我哋都介绍一下我哋自己先啦。咁好开心，今日 APN 邀请我哋喺呢度唱，可以喺呢度唱歌表演啦。咁我叫兰兰，我隔篱嘅叫吉他手咧就叫姑姑。咁我哋平时咧都会有时喺附近 busking 啊，又或者我哋都会出一啲live show 咁样。咁多谢大家，今日呢度有好多人企喺呢度啦，希望你哋中意以下落嚟嘅演出。Thank you。好，然后呢一首歌咧，我觉得系一首比较少少啲歌词可能有少正能量嘅歌啦。呢首歌叫做《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》，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我哋有时生活里面有啲嘢唔如意嘅时候咧，但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向正面嗰方面谂。始终会遗忘昨天不断事，你有多难过我都知道。
歌手叫做陳磊啦，係咪？今年咧就攞咗呢個最佳女歌手啊嘛，係咪？差唔多嗰啲名都係。好咧，呢一首歌叫做《當我迷失時聽著的歌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即係聽一下入邊啲歌詞咯。如像孩子那样
经已白头分享分享。家中每一位都想我吗？我不敢指点你心眼，提及我的一切可会令你心挂心眼，全都声线变以下落嚟咧，送呢首歌俾大家，林俊杰嘅《那些你很无言的梦》。
想念的风没能走回忆，怎道心多执着，拒绝被心疼，能请你不冒险的梦，不陪你去疯，这些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带走人的光，我执着以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望芬芳创造，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多执着，就加倍心疼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